最喜欢的东西是下班之后的咸酥鸡。啦啦啦啦啦啦啦，嗯，等等，嗯，每次他们都要来跟我抢宵夜，自己都不去买，这样不行。我来评估一下战况，现在的时间是12:34，红志应该在夜店里面拉妹，冠城应该在房间里面打英雄联盟，嗯，应该是安全的。喂，你怎么回来了？怎么可能？通常这个时候，他应该都在房间里面打积分，打到凌晨3-4点呢。我靠！那英雄联盟他妈的格瑞纳都他妈的维修都玩不了哦。嗯，啊，你怎么一直背对着我？你是藏什么东西吗？买东西吃吗？啊，没有啦，你吓到我了。我还以为客厅没人呢。好烫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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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烫。没事的话，我就先回房间啦。今天那场他妈超忙的，我先去休息啦。等等，为什么你走路有一股塑胶袋的声音呢？啊，我今天去买饮料的时候留了一个袋子嘛，想说环保一下，对不对？啊，我先进去房间里喽。哦，是这样啊。啊，不过啊，有一件事情我好奇齁。从你进来之后，房间里面就香香的哦。